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不晓得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如果你身边的人知道你是基督徒，或者整个社会的环境氛围对于这样的基督教信仰不是很友善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因应呢？成为神的儿女是宝贵的身份，但是也充满了挑战，你预备好要面对这样的挑战了吗？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九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是作者他插入了这一段对读者的一些的勉励，因为那时候的受信的人，他们是这些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其实是都遭遇也面对各样的逼迫跟患难，当然曾经经历过这些，同时也还在面对，所以作者就提醒他们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所以表示他们是曾经走过一些的挑战，当然现在仍然是在各样的困难当中。所以这些困难是什么呢？这边讲到说是大征战，是各样的苦难，是患难，是毁谤，甚至呢这里讲到说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这里的戏景，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太浪漫，好像说他们是在演戏。事实上这里的戏景可以说就是被放在那个罗马的那种大竞技场当中，然后呢跟野兽斗殴，或者彼此的斗殴到死，那样成的大家所观看在旁边喧闹叫嚣的一场这个场景。所以基督徒面对的这个逼迫患难是很真实的，所以这个作者就提醒说，他们甚至因为这样的逼迫患难，他们的家业被人抢去，所以他们会失去财产，他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当他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作者提出来说，这些的遭遇困难遭遇逼迫的信徒，他们是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而且体恤的那些被捆锁的人，还甘心忍受。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不只是自己在困难当中，他们面对自己的难处，他们还可以去陪伴那些遭各样患难，还可以去安慰去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不容易的，自己有困难，但是还要看到别人的难处，在困难当中还要去服侍别人，这就像有一本书，这个书名叫做《负伤的治疗者》。有时候我们自己有困难，但是却是因为在这困难当中，我们能够因着我们所得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困难的人。所以感谢神，我们看到初代的信徒，
他们是如此啊，在这样的难处里面帮助别人，而且还甘心忍受啊，这样的甘心忍受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虽然他们所拥有的被抢夺了，失去了，他们生活在困苦当中，但他们有一个盼望，因为知道他们有一个长存的家业是在永恒里面，在天上的。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当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逼迫患难的时候啊，就不会失去那个勇敢的心啊。当继续的勇敢的去面对挑战，就会得到大赏赐。这一直是圣经里面的原则。亲爱的弟兄姐妹，曾经有一位宣教士，他为主殉道了。可是他在这个殉道之前，他曾经说，那个甘心愿意啊，为着那个短暂会失去的啊而放下啊，我们为着我们那个永恒长存的荣耀而放下那个短暂会失去的那一切，这样的人呢，一点都不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仰望天上的奖赏跟荣耀，我们甘心乐意面对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在这段经文里面，作者也提醒我们如何在面对各样的逼迫和挑战当中还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所以经文里面我们读到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忍耐是我们第一个这个坚持到底的秘诀。那忍耐当然我们都知道需要忍耐，但是有时候忍耐就是最不容易的事。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怎么样能够忍耐呢？他说，如果我们能够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所以我们如果明白我们的忍耐是会有一个结果，会得到一个应许，那我们就能够忍耐。那我们如果也能够知道说这个过程是神的旨意，所以是我们是在正在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而且要行完，要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那我们就能够忍耐，因为知道这是出于神的，那他也会负责。在37节说，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是我们前面也说到，耶稣基督必要再来，他第二次显现，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等候那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如同这边说的，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当然这个时间也许是很长，但是在心境上面，如果渴望等候等待，那就是一点点，那是可以忍耐的。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可以忍耐下去。第二个秘诀呢，就是要因信来得生。这边讲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信是我们可以在困境当中坚持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说因信得生，因着信我们就相信我们必定要得蒙神的拯救，我们必定要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的那个盼望应许当中。所以因信得生是哈巴谷先知所说的，我们也经历到即或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圈中棚中没有牛没有羊，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还能够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在那困境当中还可以欢欣，可以赞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我们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们不会是那些因着这个退后进入沉沦的。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跟把握呢？让我们一同来仰望我们的主吧。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需要你把那个属天的信心赏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忍耐等候，经历各样的挑战困境，以至于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你要把那最美的赏赐，天上的冠冕来为我们预备。求主帮助我们，我们
定睛在你的身上来等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